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旁边没有计分板。对啊，没计分板。计分板跑哪里去了？在哪里啊？我已经不记得路了。随便吧，先找一个岛落脚好了。可是这岛上有怪，好恐怖！我觉得他应该要设计可以在船上钓鱼，是不是听起来很合理？好合理哦，太好像是可以，可以啊，印象中可以，可以啊。我那时候在只是比较难吸到而已，有时候会掉到水里面。是哦，我以为不行。哦哦，等一下那个是效果蜘蛛哎、欸，你说速度的透明的哦？不是不是速度的，哦、到水上就没事了。对。我把船拿出来。我是很久没有遇到效果蜘蛛了，怕怕的。哇，魔物猎人！想说打个蜘蛛看会不会掉线，我要来钓鱼的。就遇到一只有效果的，吓死了。只有眼睛的蜘蛛。我回家路上有苦力怕。我这里一半下着雨，一半下着雪，太帅了吧！嗯，我还是先躲着好了，不出去了。月黑风高，杀人夜，躲在树下。所以团团是走散的、啊、还是怎样？他应该是走散了、欸，然后在外加被追击，好可怜哦，超惨的。跑水，在外面会不会被雷劈到？会吗？会啊，有会啊，会、欸。但现在不是雷雨，所以没差。是啊，现在是雷雨吗？是啊，一直在打雷、啊。你躲在雪的地方就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是在雪地里面。哦，我靠雷了，看到雷了，怕。对啊，超怕。原来会被雷打到啊？有机会，但几率很小。我知道怪物会被雷打，我不知道玩家会。会，啊、三颗星哦、喔！干嘛做错东西？水哟、喔！会哟、喔！水哟、喔！我常被劈哦、喔！太惨了吧！杜鱼是几格？半格吗？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一格、半格，不知道。他用半砖去挡住他，然后打他。嗯，我不知道。你可以试试看，然后你可能会很神奇的发现他跑出来。我怕等一下就真的变黑白的了。没关系啦，人生总是要经过不断的尝试才会进步啊。对啊，或者是退步啊。啊！嗯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做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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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只有特定的岛屿才会有一大片的那个神怪钻，因为我刚看一下，有些岛屿它地表也没有神怪钻。嗯。不知道、欸、某个区域之类的吗？嗯，他可能坐着开心，就把其中一整个岛屿变成神怪船之类的。嗯，好讨厌，好可怕、啊。白天了没啊？还没吧。计分板呢 ？Where is scroll bar？ 等烟火吗？应该是。太负能量，你不知道我是负能量大师吗？真假的？真的。你是说负的能量吗？负的能量大师。负能量大师。那听起来蛮合理的，因为我摄取了很多。嗯，小雨，你是往哪个方向啊？在530及56。530。在很远的地方。我们是螺旋往下挖。中心不知道在哪里，我看。我觉得我是接下来走散的那一个。按了。太危险了。这个世间险了。我看到太阳了。
太阳，有太阳了，那我要上去了，不想在地底下，这感觉都挖不到东西。等我这提上。然后你要吃猪排、牛排。牛排。牛排，哦，五分熟哦。发光。发光。一百五分熟。哇哦哦！干嘛？啊？干嘛啦？说了门口卡了一只苦力怕，然后小雨又是挖螺旋的。太危险了，太刺激了。我刚觉得我刚真的快变黑白了。瞬间。小雨，你为什么要挖螺旋？可是我习惯挖螺旋。我看到人了。我看到地表吗？不是，在地底。铁装三个人在一起，那应该不是我们的人。好笑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。等我们，我们等一下就来了。爸，我努力找路。哦，我心脏快掉了。你刚那一叫，我吓到，好不好、oh, ？Sorry， 大家都吓一跳。蜜蜂是小雨，我们这边不太安全了。好。边界压过来了，你要上来还是？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他们在四百多，四多。我绕过去近一点好了，反正我身上也没什么这种石头。我也看到，你不要啊，我走了不要去送啊。嗯，等我们，等我们，我们来了。绕到我在周围绕。你们在哪？地表？他们在。我说你们，你们，你们。我三百负十一。用咒了，没有怪物。三百负十一。他们人在这。走，杰克去。我看到一个蓝色了。负十一。对，负十一。看我落单哎。啊！我们在四百八二十。看看看看看，前面那谁不要动，那个在跑山的，啊不是我们，那就是繁星啊，海繁星，你在哪？旁边船、哦，原来我是蓝队哦。还有你有多铁吗？给你盾牌，我没有铁，没有其他的铁，有盾牌就行。欸、你做装备啊？有够多吗？我没碳而已啊。走，找队友了、嗯。我看到你们的亮亮的。他们在你们下面那里哦。下面。下面他们那队怎么只有两个人？巧克力断线啊！巧克力断线。哦，巧克力断线。下面。要趁人不备。哦、看到他们了，好远哦。哪里啊？我没有看到他们。在那边，在那边，那边。那个，你做个盾牌吧。哦，方向显示、啊、看不到。这边卡了一个大悬崖。那是。想办法跳掉。可以啦，还可以。跳树上去。哦、哎，摔了一下，又跳到最上面。哦呦，又摔了。你在干嘛、啊？哎呦，又摔了一下。哎呦，很会摔。过来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们在烧东西。有！我们在这边等你们。来，你们要先过去吗？还是他们在这边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过去啊。来，一个、哦。哎、啊欸，有，我们都要传。冲！看到繁星。问号。草湾，草湾。嘿，五万。哎、欸，你做金苹果？哎、欸，繁星，你这个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像蜈蚣、欸、你的脸。你做金苹果啦！我一颗苹果给你们。哎呦，我有两颗苹果。我两颗鸡蛋。等一下，石头，这种繁星有装啊？冲啥？看这也缺水。繁星现在是防护。
那我去地理一下。好啊，我去捞岩浆。好多铁，他们三个人都有铁装了，怕的。繁星火的基础可以再做一颗。哦，去看有没有铁好了。嘿，草泥马。这边是我们一开始的地方吗？哇，骷髅马哎、欸！哦，骷髅马要靠近他。我们是不是要撤离了？慌慌哦！他们好像没有过来的意思。有啦，有啦，他被卡住而已啦。那个树掉光，他就过来了啦。觉得怕？怕不？我、哦、靠！他那个附魔的帽子，头好痛。好。喵。继续跑。嘟嘟嘟嘟嘟。真是被吓死啊！没有，我最近过的生活太安逸了。你要想，我最近都在当和平的农夫。嗯。在新路过。Farmer。突然遇到怪，吓太大一跳了。花束都丢出去了，真的。嗯，我还有一颗金苹果，你们谁要啊？是啊，不知道我两颗啊，磕一颗。嘿，所以你们刚刚都没挖到铁哦。没有，我刚一直在地表一点点。原木头烧，我这边有煤炭。苹果又掉了，不要过去捡，那是陷阱。好吧。做个铺。没衣服，只好。只好做钻石衣服，衣服哇！钻石衣服，赞啊！也太猛了吧！你要钻服吗？不要 gift。好吧，我拿钻。好像在打一只白色的羊，好像帮他们草泥马放那个。哦，头盔，只有一个头盔，要放地毯吗？对呀、啊，小雨头盔给你戴好了。啊？为什么我血很少啊、欸？你戴着啊？哦，好，我戴着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再去挖一点铁好吗？要去。哎呦，鼻子好痒。花粉。我还没挖到东西，只往下挖而已。没关系啊，可能可以挖到洞窟啊。我这边有路啊，哪里？我这边有下去的路啊，过来上来。哦，好，我上来。天哪，歪轴87耶、欸！走87，难怪我刚挖那么久，现在这个歪轴87啊。哦，对耶。哎呦，穿我头！我往这里。看到了。要比较有。转弯，中心在哪里啊？中心在3084，还要转回去。对，左边有怪物声。对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屁股后面。哦哦哦！你挡到我了，我碰不到。等一下。啊，我没有火把了，就这里啊。我可以再给你火把。是的是。看一下，我做一个。欸，边界鸭来了、欸。哦，那就该走了。往哪边挖？往那边挖。哪里？我们要不要直接回上面啊？往这里挖。那就走啊。对啊。哦，那回头，我才刚下来而已。不知道，刚才看边界在哪。嗯。好。而且它右边没有显示。对。
没事没事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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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快点！转弯，边界来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就在路口，看到边界了！他他他他他！跳跳跳跳！跑跑跑跑跑！走了走了！跳！坐船走人！有司机带。